Jangle Road. 1, 2, 1, 2, 3, 4.呢首歌在头尾的四个小节呢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节奏啦。我们在数拍子的时候可以配合它的节奏去数啦。例如头两个小节我们可以数 1, 2 and 3, 4, 1, 2 and 3, 4。除了 2 之外，另外那些位置都是我们需要打的位啦。就会令自己熟悉最后的节奏那个唱音是怎样啦。